国语有声善书。无极皇母大天尊，是以宝卷。请问追思祖先之道。祖先乃是子孙所以留于焉之根源，忘了祖先便是迷失了自己，这种人将是天下间的行尸走兽。中土来自中华之中黄河流域也，即黄魂所居之处，家中神祖牌亦表示五行中的土格，以示不忘本。祖先灵牌是中土文化的象征，其来有自渊源已有5000年了，今人无知，亦有烧毁祖宗牌位者，须知灵牌一烧难返，祖先绕火而哭嚎，天怒人怨，因果成熟，将有大事之变，观之灾，观之灾。重阳是现代人的新潮，寻根更是刻不容缓的工作，提倡祭祖，其意义深远。故后人礼拜先灵，须不可忘了黄魂。有四种没有根的人，是随父而生，犹疑不定，思想不真，容易反复无情的呀，甚之甚思。请问拜神拜佛有其道乎？神仙佛陀其修行的目的，乃是为了启示后人，令追思效法，不是要后世众生刻像礼拜，争取香火。世人无知，以为拜神便是得天保佑，能够消灾解厄，万事如意了。灾厄皆是因果得来，前世种下的因，故需明白前后因缘关系，才能不迷惑于拜拜之意义。今世能礼忏拜佛，令生虔诚恭敬之心，则后世必能得到消灾解厄之报应。所以现世求报消灾化厄，只有努力行功，不得神前忏过，自然大厄化小，大劫可活，并不是到处拜拜，建庙必献香油火，才能得天之佑的呀。有些神坛办理消灾改厄之工作，是为了贪取信众之奉献金，这种做法是很不对的行为。灾厄唯有自己可改，别人何德何能代转因果定律呢？以后见神像三香奉祀，应该是少求多做，少言多想，三思己过，自然心正神清，可以逢凶化吉。请问修道人必须吃素吗？素心之人即有素食之时，凡人吃素若不因慈悲发心，则无修心之意，只可谓之不食荤而已。吃素的原因何在？一乃是因为慈悲不杀之故；二因发愿持斋，愿力护持之故；三明了天地万物因果关系，四生六道莫不是亲朋好友，食畜生肉犹如吃亲友人肉，故不敢开荤也。四保持灵体轻盈，气顺神清，思想纯净，乃因为无众生肉债之故。五现代人怕血管硬化，血脂肪太多而改荤持素。六因信仰宗教戒律所定，不得不从而持斋。济公持斋以素变荤，外世世人破持斋之迷，是何原因？吃素本是天地之间一大美好之事，奈何有无名众生外现斋相，内心肉形，乃其未了悟斋之真意，以为吃素菜便是持斋。世俗人心好名，吃素是不着名相，却还有不少为了吃素而着相，以为清高于人。吃素的人必须是明白吃素的意义，才是真素。一要有慈悲之心，观想众生沦为鱼肉之苦，生杀不绝，轮回不息，何时了缘？二持素不必固执素食之相，随缘方便，有如六祖之锅边菜，才可以打开引人入道方便之门也。三素菜不可刻意加上斗鸡斗鸭之动物名称，而丧失斋食真意。所以吃素若是不加上慈悲观想，效佛修心，并不为持斋，而只是素食者而已。修道人既然明白持斋的道理，就需先由戒杀生品为下手的功夫，进而清素餐食，再则了悟戒杀慈悲心悟入斋的真意。老母所言并非一定原则，需要依因缘业时方便为全变。这是怎么个说法呢？例如欲度昏时众生，必也全移入昏，见而导化，自然人人可亲，能转迷成智，此乃因半道设想，含慈悲普度真心，故食昏不成昏，乃心斋也。所以肉食入口，自然甘露洗净，顷刻化成清素矣。又西藏地区畜牧发达，吃素成为富人奢想，身为修道之士，岂可因此特别享受？所以怀抱慈悲之心，杀生食肉，莫导往生，乃因畜生奉道之故，使大众修士得以成道。此并不为杀生，而是因护道而亡。若是修众的有道果，则如此生魂亦随而往生，此与祭孔之古意有吻合焉。释迦劝人戒杀生，却有一事下生兔身，投身虎口，以救其饥饿之危，难道是犯杀戒了吗？
非也，此乃慈悲应化耳。又于国难当前，敌人近亲，英勇战士执枪以击之，杀敌无数，是否也是杀生乎？此不谓之杀生，而是护国保民也，亦是慈悲之转变呀。因为国王必有大杀戮，道场必沦为鬼域，这时候的戒杀以及日常行持之慈悲心已变成保家护民的菩提行了。枪弹出口，想到的只有国家社稷救百姓护道场，故不可与杀人犯相等视之。所以说，修道人必须抓着中心信念，多领悟修行的真正道理，不要死读经典或于文字而成为迷信之人。修道人是活动而进取，有思想，有抱负，不是听一句学一句，死硬不通之人。必须是开发经典之中的真正内涵，才能与圣贤仙佛相互灵通。取彼心为我心，则修道不为名相所致，成为真正自由自在之真人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无极直辖全真堂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。观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